然后过一点时间之
后才开始看你为什么要换成一页的 rest 狗，就是一页 rest 狗，就是完全无法理解，完全无法理解。所以后来就直接去找工会的人求助嘛。그래서그다음에노동조합을통해서합의하시게됐어요그렇죠왜냐면그사실을알게됐을때노조도가만히있을수없어요근데우리생각은우리를그전2주동안쉬라고했었잖아요그때동안회사에서는이렇게공장폐쇄를준비하고있었다라고생각을못했어요할수가없었어요그래서그때부터노조는같이因为好像就两个礼拜之前他们想公司跟员工说要休息两个礼拜的时候感觉好像他们已经那时候开始慢慢准备关厂所以他们已经有感觉到要关厂了吗没有没有其实那个时候说要休息他们已经是要关厂了对所以跟工会一直开始谈那为什么后来决定在这一段已经从三月份到现在啊那这一段的心路历程有没有什么想要说3월부터지금까지계속투쟁을하셨는데그러면서어떤여러가지마음의변화라든지아니면새로느끼게되신거예요처음에는이길수있을까라는막막함에앞날이깜깜했었어요처음에는一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要会不会真的实现这个路政的目标不知道什么不知道真的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하지만생각하면생각할수록내가왜해고를당해야되는지이해가안됐었어요네그래서越来越开始觉得为什么我要被解雇그래서투쟁을결심했고하면할수록저우리에대한분노는더커졌어요왜냐면영풍그룹에영풍그룹한테하는행동이에요所以他决心要抗议的抗议之后就对永丰米的愤怒越来越变大然后就大家都是这样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抗议永丰米언제부터어느시점부터이렇게항의를하시려고결심하신거예요3월31일해고당할때부터就是3月31号他被解雇的那一天왜냐면그전에회사가우리한테돈과돈을가지고이만큼돈줄테니까나가라한마디로돈이랑나의직장을딜을했어요2월달에서2월부터그1월6일공장폐쇄할때부터3월31일정리해고될때까지就是从1月6号关厂的那一天到3月31号被解雇的那一天为止公司一直跟他们说我会给你们这些钱所以你们给钱而已会给工作吗没有没有他会给之前费之前费然后完全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在31号前他们就一直等公司给钱그러면은1월6일부터3월31일까지그뭐라고해야되지보상비위로금위로금을받으려고희망퇴직금네희망퇴직금그걸기다리시는건지아니면아니난처음부터나갈마음이없었어요그래서그기간은나한테중요하지않았어요他完全没有想要收到那个之前费，不想要收到之前费，因为不想要辞职嘛，不想啊对，不想要就被解雇。因为他以前是收到薪水，然后现在没有，所以那个升职的部分比较少。可是因为越来越想真的没办法了解理解为什么要被解雇所
为他不是这里的 high risk 员工不是他们的目的不是钱，他们的目的是回去工作。回去工作，因为其实公司还在受到很大的利益，可是突然要关厂，然后完全没有其他的忙，他们就觉得很。Hades 工作的人他们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对，就会觉得明明没有亏钱，可是为什么还要손해를본것도아닌데공장을왜닫아야되는지이해할수없다는거시죠회사에서그렇죠회사에서는충분히생산을해도되고흑자도보고있는데우리가그만둬야할이유가없고그거는경영자의뜻과맞지않아요公司完全不是在助K，反而突然要关厂，这个不是经营一个公司的比较合理的说法。嗯，他是员工，后来开始怀疑，这公司员工里买那个海底工厂的时候，原本不是想要发展然后经营这个公司，反而是。只是想要他们需要的只是技术，不是这个工厂。他们把技术拿走了之后，就把工厂。对，把技术를가져가고공장을만들고그래서우리가생각하기에회사는그거는이해가정말안되는거잖아요그거봐도这个是真的无法理解的事情，真的。그래서그때더확실히알게됐어요이사람들은공장폐쇄이유를우리한테뭐라고얘기했냐면영통이가했던얘기가공장폐쇄는생산이없고그리고전망이없다就是永丰宇一开始关厂的时候跟员工讲，我们关厂是因为这个公司没有未来。는회사때문에잃은게너무많아요就是他因为这个 Hades 公司失去了太多东西。저는그회사에피해를준적이없는데他没有给什么修害公司，可是公司让他失去很多东西。失去什么东西可以讲？你日本没有动过你的心。정리해고를당하고정리해고를당하기전에그충격에뱃속에아기를因为这个解雇的冲击太大，他失去了他因为当时他在怀孕그리고그충격이가시기도전에내동료가죽고회사의아빠도就是他孩子也死过很短时间，他的伙伴跟陪战士，他是个人。우리는열심히일했는데회사가왜이렇게하는지모르겠어就是他们很努力的工作，他们完全没有害怕的事，只为什么公司要给他们这么大的？우리그냥예전처럼평범하고행복하게내버려두면좋겠어他们希望持续很平凡的辛苦的生活，他们只是想要生活平凡的生活，没有想到就是被突然被解除，就是이일을찾아서평범한생활로돌아가고싶어他们会希望会回去他以前，就是他那时候孩子那时候其实没有充分的时间恢复身体因为要来这个抗议，他觉得好心情好一点，因为就算情况很辛苦，还是有很多伙伴在一起，然后他们也在一起生活一起过时间，所以比较会依赖。他现在决定坚持到底，一定要
拿回工作去啊。现在的他的想法，지금까지지금도계속그일터에복귀하시겠다는생각을계속가지고계신거죠확실하게네너무궁금해안녕하세요대만시민여러분저는한국에서온노동자입니다제가여기대만까지오게된이유는영풍그룹에서저희의특허권과기술력만가지고저희노동자들을차가운길바닥으로내몰았습니다저희는마음에병이생겼습니다그이유를알수없고알기위해서호슈찬회장을만나야합니다여러분들의많은관심과지지부탁드립니다저희꼭승리하는그날까지끝까지투쟁하겠습니다감사합니다